老師好，各位大家好。我哋學你誒長生館，我哋學到六日啦。咁我對我哋身體好好多，但係我每一日咧，我哋第一日咧，拜一日咧，我哋做得，我本身做得15分鐘嘅，我哋感覺都係有係少。咁到逐之急，琴晚拜五一日咧。拜五一日我回去了，我到朝早拜六，我沒有那麼急去上班，我自己給決心自己做，做到45分鐘最好。45分鐘呢，我們頭一步做休息，因為我眼很喜歡比較模糊自己的，那我做了早晨做第七，還有遮住眼睛這裡第五，第一步15分鐘。咁到時候咧，到我哋做嘅時候，我本身做嘅時候啊，個手真係好赤好攰，咁啊，同埋個頸呢度咧就好攰嘅。咁咧我就做到第七同埋第六多一次添，15分鐘添。到做15分鐘咗，然之後咧15分鐘做咗咧，我就透氣一陣，咁我呼吸一陣咗咧，就做到我哋對腳。咁我腳係冇嘅時候痛嘅，我就睇脈治療，每個禮拜我要睇一次。但是我做了六日，但是每一日呢我做到15分鐘的，就是坐在這裡，因為我回去的時候在這裡9點多，那我去媽媽那裡又幫媽媽做10多分鐘或者半個鐘，幫老人家做了我才回車，回到家就來10點多就來11點，那我自己做了，自己洗了面乾淨了，我們換衣服就坐在這裡呼吸一陣，好像老師教我們那樣啦，那我再做這樣15分鐘，15分鐘每一晚做15分鐘，但是頭頭做得都係好似話輕輕少少，慢慢做到六日啊，真係個腳鬆咗好多，好多100% 鬆啊！唔係真係痛啊，咁樣我咁樣唔得啊，我坐咁樣都唔得啊，啲腳好犀利，所以長生真係好犀利，真係好多感謝，多謝老師，各位大家俾心機做。譬如我哋冇時間咧，最少15分鐘，最好咧就做到45分鐘，至到1個鐘啊！嗰啲係最好，我嘅感覺啦。所以我好多謝老師，希望老師明年再增加，再嚟多讀一次。你度開班啊？開班，你呢度開班，因為我講俾啲朋友聽，佢哋話係啊咁樣，我話真係啊，我哋對手啊真係好神奇啊！真係，我頭頭真係我唔信噶，我有一位師姐，那位師姐說在借機那裡，是你姑父的先生姓林的，那位師姐在中間那裡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我真的很多謝老公婆，因為我本身我做生意，她就說華瓊啊，你阿姐你一定要來啊，對你真的很好的，我說阿姐我真的很不閒啊，真的我來報名最後一天啊，好像明天上課了，我成日諗起呢位阿姐成日叫我嚟，我話唔得閒，點樣都要啊，快啲走嚟參加啦，係咪？因為我每個禮拜咧，我要本身去物理治療嘅，因為我做肌肉啦，做肌肉啊，因為我哋提成好多個鐘頭，又翻去工作添，而且我個手成日痹，好痹啊！每個半夜親咧2、3點咧，我手就痹，仲要我聽咗老師講，我做咗腳咧，我自己本身。捉個手嘅，好似老師講話，捉個手咁樣，咁坐到度定定呼吸，15分鐘，六日啫，加個手啊 ，no more， 冇話半夜起身痹，半夜起身痹，因為我做肉鋪食，我哋成日拿啲肉去凍啊嘛，凍而且我哋企多，咁啲腳筋你冇咁好，咁加真係鬆咗好多，真係好多謝老師，真係長生會嘅。Okay.